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佛庙，花开见佛五无生，佛会菩萨为伴路，佛典的故事白净情深。净饭大王与悉达多太子两个爸仔囝的感情可以说非常的好，如同父子，也嘛如同朋友，更加亲像兄弟这一半。因为净饭大王伊心肝内总是非常的担忧，唔知对一天太子若大汉，真正该要求要出家学道，这是要怎样办？所以自细汉，净饭大王这个太子真用心的栽培，让他在文武的功夫都可以两全。在太子大概十五六岁时，净饭大王就为着太子来举办一场的武艺的比赛。太子啊，哦父王，明日是要射箭的比赛，你就要好好表现哦。父亲，孩儿真是不明白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大家人都过得这么好，为何父王你要办这个比赛，然后一直希望孩儿会当功夫高超，这有什么用意的？太子啊，咱释迦族在咱迦毗罗一国，在众诸国当中，咱会使讲是一枝独秀，是一个真优越的种族。在南方啊，有一个娇沙弥勒国，以及摩羯德国，这两大强国。如果有一天他们是联合要来攻打到我们加比罗一国，要杀害我们释迦族的人，那你想，如果说我们没有防卫之心，那必定会受到敌人把我们杀害啊。父王，要我们两国不是都和睦在相处，为何娇沙弥勒国一个苗国德国也对咱想要强大呢？你爱怎样？咱加比罗维国国善丰收，是一个真好的土地，也咱释迦族的人是所有啊印度之人，不然亲像咱的种族这么好，这么优秀，所以什么人嘛拢想要孝顺。咱加比罗一国，咱是为着要防卫自己，
并无要强大他人之意，总是啊，为着咱加比罗维国全民的百姓，所以啊，伊啊，你得爱好好地练出全身高超的武功，才有法度通好保庇咱加比罗维国，会当事事行行民调风顺，这是父亲对你的寄望。佮再讲，父亲我已经一年一年老，就算讲有迄个功夫，嘛无迄个体力，所以孩儿，父亲之意，希望孩儿你会当谨记在心嘛。好，父王，你安怎讲，孩儿就安怎做，你尽管宽心吧。真是我的好太子啊！所以在这一天，尽管大王在加比罗维国的城中要举办这场射箭的比赛，这场射箭的比赛有真侪王孙公主，也就是加比罗维国，譬如讲尽焕大王的兄哥德焕王，伊嘛有两个囝，有一个提婆达多，也阁有这场的比赛，会使讲拢是色协作的后代。在后宫，摩诃婆舍婆提夫人，伊的后生释兰德，伊嘛要参加这场的比赛。兰德啊，母亲，明日啊，你父亲就要办这个武艺比赛，也你到即阵，也阁含姜女一只一咧佚佗，你拢无要好好啊准备一下。明日比赛，你若输了你的大哥，你会真无面子哦。哎呀，母亲，迄射箭比赛我本来都无兴趣啊。我自细汉就足无爱迄种遐兵器、遐兵兵刀刀。要父亲是要创什么办这个比赛？哎，孩儿呀，咱家比罗维国是一国之尊呢，你若是无好好练功夫，将来无定着，你的父亲会将这个国王之位来让乎你。你也无想讲，大王已经年岁老啊呢，即马干那靠你的大哥释达多，以及恁兄弟两人，所以啊，你要在射箭比赛，你千万都唔通闹亏哦！啊，母亲，你放心啦，我射箭也绝对袂较输大哥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就算讲输我大哥，输就输嘛，迄射迄也无什么意思啊。袂当安尼先讲啊，母亲毋是甲你讲过咯，将来你有可能是咱未来加比罗维国的国王呢。啊！迄国王也无什么稀罕啦，国王和大哥去做就好啊啦，我无想要做国王啦。要不你想要做什么呀？我都有只美丽宫女陪我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你哦，真奇怪，你父亲都无只风流，要你安尼年纪轻轻，一个干都是伫迄个宫女群当中。一个甲因嬉嬉闹闹，你真正是不幸哉呀！啊，母亲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去准备明日射箭的比赛。
这一天情分大王坐在这个城中的上界观者，这次情分大王提倡巫术，下令所有世界族的这些孩子拢总爱来参加这次的比赛。另外一方面，伊嘛要号召世界族所有的这些少年的这些第二代，会当看出悉达多太子伊的功夫，是不是将来是加比罗一国未来的国王继承人？但是在这那些王孙工作当中，有一个太子，也就是悉达多太子的这辈小弟，正被换大王的囝，叫做提布达多。这个提布达多生性好强，功夫也是真好，所以在这一天的比赛，哇，你甲看咧，所有的太子拢总来啊咧，是啊是啊，哎呦，你甲看，迄、那个悉达多太子啊，啊，搁着伊小弟兰德，两个人真正是英姿风范呢。搁有哦，你甲看麦啊咧，伊迄个表小弟啊，提婆达多，哇，真济呢，哇，十几个太子，即个要来参加这个射箭的比赛，一定足精彩呀、啊。是啊，我有听人讲吼，讲吼，即个情分大王呢，明了呢，因这个射箭的人，讲台一箭射穿三个呢。哎呦，一箭射穿三个啊！是啊，哦，哎，这个皮吼，佮这尼啊硬，一箭要射穿三下是无简单呢。而且听讲得爱射穿你个红心点的正中，安尼才有准算呢。哇，紧嘞紧嘞，咱站较悬嘞，看看会到啦。射箭比赛开始，这个时阵呢，是达多太子向着情分大王提出建议。父亲，在这个射箭比赛当中，只要这辈小弟，大家人年纪拢也尔细汉，我是因的大哥，所以父亲就有这小弟，因每一个人先上场吧，我在最后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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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先就和世界族所有王孙公主一一上场比赛。在这场的比赛当中，这个高配拢总是像配类者，会使讲非常坚固。有当时你敢若惊瓦去，想要用钱甲擦个破，都真难。何况讲一钱要射穿三个。一日一日上场比赛。悉达多太子的小弟悉兰德，伊呢一箭射穿两个国，其他的王孙公主功夫当然无遐尔精准，为人会当射到一国，就算作无简单。为人拢是箭箭落空，也毋过悉达多太子的当地提布达多，伊竟然咻一箭。射穿三个，哦，有够厚的啦！你甲看，你甲看，提不达到，伊一支箭吼射穿三个呢。在二场最后，当然就是悉达多太子，
悉达特太子一场上场的时阵，众人非常的期待，大家人平息静气，一直要看悉达特太子是不是会当下穿三个高配。但是殊不知，当悉达特太子站起来这个声场的时阵，一刻的僵持。哎呀，受益！这个姜伤过软，恐惊会去我扭断去。哈，太子，也唔过头前替我达到难度，因家拢去给这个姜收下呢。也唔过，是不是会当给一个铁姜来？铁姜，是啊，铁姜是咱的祖传。我想讲要用铁姜来写，唔知如何。这好吧，好吧，恁就甲咱老祖先所留落来铁姜，甲伊刻落来。哦，小蛋，父亲，怎样啊？我想讲，既然甲要用铁姜，那安尼先，是毋是会当甲我加加两个股？我要一箭射穿五个股，五个股，太子。这是无可能啊！你给我拜五个股，给我试看卖，然后将着老祖先所传来铁姜，给我刻来。我来电视剧组，有一个姜钱，伊完全拢总是铁，就敢那亲像是钢线共款。这个龙姜，甲着这个铁钱。真若讲要写，写过人会使讲一箭写穿十个人。太子呢，一箭练了非常的好，所以伊希望讲将着三个增加到五个，只有安尼先才当突破到提不达到一箭写穿三个。所以太子想要写五个，然后要用着铁弓。这铁弓其实若要讲有心力的人。也很难将这个铁弓可以把它扭开。当悉达多太子拿着铁弓准准想要射出的时候，众人大家人都像亲像禁开，没人敢喘气，没人敢说话，大家就平息静气，要看太子射出这箭是不是真正会当射穿五个股？就在这个时阵，太子毫不犹豫，把弓揢起来，把箭架上去，一声，咚咚咚，真正是五个股拢被射穿过了。有够牛的啦！你甲看啊，阮大哥有够牛的，一箭射穿五个股呢，佮摕铁箭啊！哎呀，够牛的啦！众人拢非常的欢呼，悉达多太子敢若亲像有神力，迄个弓，别人根本就是三个人要甲扭开，都扭袂开，伊竟然有法度。把这个弓轻而易举，就安尼个扭开，然后一箭射穿五个股。在这场的比赛，当然上欢喜的，就是郑焕大王。郑焕大王，伊的内心感觉非常的骄傲。悉达多太子果然依旧不懂，才打十五六岁，竟然功夫就这样高超，而且在文的方面，伊读了真济册，所有的老师拢自叹不如。因为讲太子只要改讲头前，伊就发到举一反三。但是在十五六岁悉达多太子的内心，
伊根本都无想讲要用功夫、用武力去压迫百姓，或者是讲用武力去保护因家比罗一个。伊总是真温和，希望讲天下太平，何必的为着土地来一个争夺，来一个杀害？所以十五六岁也是达到太子，伊的内心好亲像某一种的引诱。这一天，摩诃婆舍婆的夫人也在悉达多的遗庙，太子啊，哦，遗庙，太子啊，乖经，看你母子相亲，这多年啊，弟是遗庙，祖师爷给你抱大汉，给你照顾到大汉。也得到这阵，也搁咧叫我姨庙，哦，是啊，好啦，叫我什么拢袂要紧，只是希望你唔通袂记姨母对你的栽培。也搁有，你的小弟难得是你的同胞兄弟，你得好好啊给疼爱。希望讲恁兄弟两人。会当手足情亲，哦，姨母，你放心，难得伊还阁少岁，比较较爱耍，所以我会尽力家照顾。只要难得伊若是需要的，我一定会家教。是啊，你甲看，顶一天在迄个射箭比赛，我都从来毋捌看过你摕铁弓。你竟然有法度将铁弓给变开，真正是了不得啊！难得那是有你的一半身材，我都免担忧了。姨母，人各有志，你唔要烦恼啊！好啊。所以我一天一天的流失，悉达多太子。到了十九岁时阵，这也就是前梵大王最担忧的年纪了。到底太子在这个加比罗伊国会是如何？伊敢真正会接受着前梵大王为伊所做所安排的一切？精彩故事继续收听，佛顶的故事，白镜情深。Ooh.